什么？谁接天换？你站后面，你信我呀？右边怎么能信我呢？哎，左边有个，好，左边有个大魔的鸡腿，谁到了？我看他是原地爆开的，有可能有人从那个右边过来给王大魔刀了，然后往上面走，我没看清，我就拍紧了。应该不是先刀的，然后醒醒这一刀说是好人带刀刀的，那听他们解释一下。听猪猪解释一下，我过了。在我的旁边，刚才有轰轰老厨子，我可以保他们两个不出刀，完事儿出两刀是吧？那听听怎么说呗，过。我这把出生在那个医疗室跟太医，我们俩还没有对身份，然后正在那儿聊天呢，就报警了。我这把只能保太医，我们两个在那个医疗室就没出这个门啊，过。OTK 轰轰发言，终于到了盘逻辑的时间。我这里能保的是吉吉国王和老厨子做炖肉。老厨子做炖肉是开局全程跟我过来的，千年王八跟太医猪在一块，好吧，没有别的信息，所以能摘开一二三四五六。那么这两刀就要开在你们上面步步呆呆十八这西恩猪猪里面了，过。OK， 清清爽爽，我这把拉命把强保强强，好吧，我跟强强一起后面在一起拍了身份之后就一直走，你俩是练的是吧？对是不对？那这把猴哥能保老厨子跟轰轰红猪报警位，那么听老厨子归票，不不不，呆呆 EBZ N 姐猪猪，你看谁发言不对劲，搁那单子玩什么什么的，你就直接投谁，好吧，老厨子，希望你不要负重哦，过。不不发言，反正我是没刀的，我就在右下角六角桌右下角那里，然后看到鸡腿我就想过去拍，然后离鸡腿最近的应该是西恩，可以听西恩聊一手，我没有刀，我好人皮好过。拿起发言，那你不保我的咩，我站在你旁边，我就站在六角桌，咱俩站在一起，我能保的是不不没开刀，然后行行这一刀猪猪是认的，那还有一刀谁开的，十八 Z 西恩里面开一个，但是刚刚太医这个发言咬牙切齿，说实话我真的想打你，不 OK， 这边十八这发言，我拿命保西恩和同珠，我复合和同珠在一起，在那个祠堂遇见，就是这么有缘，好吧，下把我还是铁找他，我拿命保先出同珠，先出我，好吧，西恩姐我也保，好吧，然后因为为什么要保呢，为什么要保西恩姐，他们俩都是冲着去往鸡腿上去报警的一张牌，是吧，你们说他是狼的话，狼他有这么着急去报警而不是在身边开刀吗，对是不对，这两刀不是他们出的，我拿命保啊，尤其是同珠啊，先出同珠先出同珠前先出我过。那么西恩发言，猪猪这刀为什么醒醒刚开始说了一过来跟我复合在一起，他说西恩姐说话，当时我就没说话，以致我是一个好人的情况下，他就说那西恩铁坏，那么我去饭堂我就觉得醒醒铁坏，然后我说好人带刀刀醒醒，猪猪是在我说的情况下刀了醒醒，那猪猪这刀我认，那么以位置学我就打位置学，第四排清空就打轰轰，你拿死你不听发言的吗，你们几个在一起你们没出刀都说了好人，而且他们俩是什么链子，我这波打轰轰，为什么他说我们几个不出刀，那就开在你们几个，我们都说了我们几个人开刀了呀，对吧，都认了，你在干什么，你在混淆视听，第四排清空，全票打飞轰轰过。我觉得仙姐说的有一点道理啊，醒醒这刀是我刀的，王大谋是凭空爆开的啊，然后以及我先同珠步步呆呆王子十八 Z， 先就一开始说过了，我们全部在饭堂，王大谋是先凭空爆开的在左边，然后呢醒醒是在我在先说的那个情况下就是被我刀了，那么我们可以盘刀，那么是谁，可能是隐身狼对吧，把王大谋刀了，那么外置位分为两队，一个是太医朱大强，一个是轰轰猴哥老厨子，那么先踩轰轰的话听下老厨子怎么说呗，老厨子说的不好我要投老厨子了，如果老厨子说的好我就投轰轰过老厨子发言啊，老厨子有个很关键的信息，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说，但是我能保证的是这一轮
猴哥和轰轰两个人都没有动刀，但是我刚才听西恩的发言很硬气，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老年人，我捋了一下，我觉得西恩可信啊，从男人的第六感，我想投这个猪猪啊，挂。归得好，那是轰轰，不是猪猪。对，老年人第六感是吧？搞这些是吧？有搞这些是吧？老年人嘴瓢，哎呀，没事，我来救你们。老头，我来救你们。老头第六感说是。开呀！咪西，为什么？有人开！我就嘴啊啊 ！OK， 我就是杰二，吉吉国王，不动了，不动了。五牛，他的队友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啊！行，他刀我，行。我操！我烫到了尸体。我太医西恩，我们三个人，还有轰轰，一开始在监狱关灯了之后就没声了。然后呢，我们三个关灯之后，轰轰就是本来是在那个监狱的，然后不知道窜到哪里啊。我西恩太医站在一起，太医是专杀，有那么明显吗？反正专杀两个人里面出一个太医，一个轰轰。轰轰是那个一开始在监狱的，关灯之后他就没声了。太医的话是我西恩太医，我们三个人站在那个圈圈里。然后西恩被专业杀手到了，太医轰轰 PK， 你们两个拉 PK 过。啊，老厨子没什么信息啊，听后这边怎么说过。首先猪猪是带刀的，我也带刀，我把猴哥刀了。开局我和老厨子出生在一块儿，老厨子跟我说，猴哥轰轰两个人在一块儿。在他旁边一直按空格，就是追着他按空格。我知道这个信息之后，我往上走，刚好保安室门口就是猴哥在那守着，灯关了，猴哥一句话不说。我知道他方向大概在哪里，所以我按着空格上去，我就把猴哥刀了。步步是个秃鹫，他下来把猴哥尸体吃了，就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果。哎，要不要报身份？哎，那就这样吧。那猴哥，哎，我警长，猴哥我刀对了，我投轰轰了。因为我觉得刀对的情况下，老厨的话可信，就猴哥在旁边一直按空格，那轰轰跟猴哥在一块，我投轰轰。这样可以吧？哦，过了。我出生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当时黑灯了，我往电梯房走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这把有点快，在我的狼坑呢。太医肯定不在我狼坑，是因为第一把出生的时候我们俩在医疗室，太医并没有对我动手，而且那个时间应该 CD 已经好了。那阳光大男孩确实是在狼坑，还有一个谁在狼坑，其实就是老厨子，因为上把老厨子归票的时候猪猪归的是猪猪嘛。那这把头阳光大男孩没有问题，太医这个人我肯定拿命保过。OK， 轰轰发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听不到我说话，我知道黑灯了，我说我不动，我不动，我就在那里一动没动，好吧，我就这么说，我在监狱，我现在绿姐姐还在监狱的监的右边第四吊竖杠杠这里站着一动没动，你能拍到鸡腿，你都没看清，你凭什么觉得是我？然后老厨子说吉吉国王和阳光开朗大男孩遇到的时候有很强的空格声，我那个键盘那个空格声啊，我没装那一个啊，给你听一下，我这个我拿的最近你听了、啊，你都听不到了，我不说话你都收不到音了，你听到没呢？我哪来那个键盘了？刀猴哥是对的，肯定不是我呀，对是不对嘛？上一把这个太医老厨子说投猪猪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太医说什么？投的好啊，他能看到底牌，他说投的好啊，我屁都没敢放一个，我在里面罚站，我说了刀我前二，我说你们刀吧，我不动了，对是不对？还提前挂票，我这能对话的人只有不呆呆王子十八 Z 老厨子。千年老王八，不是千年王八，好吧，我直接挂牌给他的，就直接拉 PK， 不服你跳舞过。不服，我跳不了一点，我就一点逻辑打死你。轰轰，我猪猪，轰轰，你们两个关在监狱里面，
没发现吗？门开了，谁开的？我开的。我锁匠站起来打你，轰轰装杀，你们三个恩姐、猪猪、轰轰，你们三个人的头盔都在我的视野里面，我站的是 C 位，我看到你一个闪身上去就把恩姐给刀了，然后猪猪拍了个报警，他并且他的反应特别真实。嗯，他为什么要嗯？因为他没有按 R， 他报了警，所以他嗯。那么猪猪这个身份很好，他都不可能是一张提壶牌，清清爽爽。好，继续上一轮，猪猪报几位？同猪上一轮报几位？千里王帮猪强强是我上一轮死保的牌，在一起的上，我这把也会死保。那么阳光看了大海男孩，他是一张专业杀手牌。你老厨子做炖肉，叫你归票，你归个猪猪，你一轮吞下，你说归个猪猪，那你老厨子做炖肉，你肯定不是一张好牌，好吧？老厨子一囊，轰轰一囊，不好人不分票，今天晚上你打飞轰轰，还有一个鹈鹕从步步单单王子国服十八 Z 里面开，但具体是谁呢？我抿不出来，我头是轰轰的过，我锁匠过，不发言。那如果说猪猪是汤道，那就是说轰轰这个，反正谁问我，我就跟帮谁打，我先不投过。我这一把是关灯的，就跟老厨子站一起。说实话，他要是坏坏，我应该早死了吧。我反而能保，我觉得他上一把可能是淤了，然后这把投的话可能还会投阳光开朗大男孩，好吧，过。投轰轰啊，感觉你看报警位点踩，同桌点同桌也踩死你轰轰，太医上轮那个是吧，这又踩死你轰轰，那老厨子上把说和轰轰在一起，要不然你们双狼，要不然就是狼狼烈嘛，好人别分票，先全票打一轰轰啊，好人别分票过。把这个老厨子给他做了炖肉吧，给他。这老厨子看他死不死，不死的话，舒服了，舒服了。轰轰哥哥，我是很舒服啊。对不对？什么？嗯？你别叫。听说下午看黑丝了，好看吗？做个任务，轰轰哥哥。做了，做了，做完了。你得这两个狼真的狂狂做任务。怎么说呢？走，出了一个，我就可以。你倒一个让我吃，我就死。我都刚刚帮你们点票了，你还倒我？我肯定认你们条啊！我护住了。谁跟他我护啊？嗯？纳尼？我现在也是抱着按着报警键走路啊，我跟太医还有朱大强一起往下走，有两具尸体，完了之后有一具尸体是被吃了的，秃鹫那应该是不吃了一具，然后我抱的同桌的尸体，你们好好说一下发生什么事了。挂。老厨子发言，老厨子黑灯了以后看到了不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是坏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黑灯了以后狂敲空格，而且他也没有朝我这边走，他只是朱大强，你得放四宝的动作，所以我现在不能认他是好与坏。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好人呐！为什么我是好人？因为我就是好人呐！过。你也能是什么好人呢？你贴吧本身，我为什么一直说踩这个老厨子，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发言就唯唯诺诺，敢踩不敢踩，然后最后归票还归错了。然后这把我还是一样，我太爷猪公主，我们是走在队伍的尾声，那前面发生什么你们前面的人看不见吗？你这个发言我肯定铁打死你啊，过。太医发言，我这把铁白猪，猪猪公主，铜猪，猪强强，你们三个铁好，要是好吧，他是刺客就好。那么不呆呆王子老厨子，不给那五呼五呼五呼的，他能是个什么牌？他个秃鹫牌嘛。那么狼人出在哪里？狼人出在拉奇跟老厨子多炖肉。老厨子这张牌是我一直要摁惨的牌，但是我们来盘一下十八 Z 跟铜猪他们两个死。铜猪在我这里其实是做成一个
他们要不就是被狼人双刀，要不就是说警长双刀。嗯，应该不可能，同珠应该不可能是做出警长双刀这事情，他们肯定是被狼人双刀了，好吧？但是还有两匹狼，咱们四个好人，好人不要分票，全票打飞，老厨子做炖肉，我挂票了，过。嗯，红珠是警长，他追了我八条街。嗯，然后他不知道是谁，王八探头了一下就双倒了。那反正我还弃票啊，过。我铁保老厨子，我俩都是好人好链子，反正现在不报也没了。但我盘不出狼是谁，但老厨子说他是好人呀。我觉得如果把老厨子出出去，我也出出去，那狼开一刀，好像差不多就结束了。但我实在盘不出来还有一个狼是谁，对吧？能，我想一下，大强挂票了，但我这狼坑好像太一大强里出一个，大强投票了，不管。那等下我想想，点，大强吧。好，太一锁匠吗？啊，这能出到大强的玉娥？这老厨子跟拉奇是双狼呀！啊哪来的双狼啊？是不是玉娥是大侠？还是玉娥是警长？啊，太一呀！双狼就钱了，刚才到了，牛的一。我太一不是左将，是神将。太一不是鱼。我太一可不是傻瓜。我太医可不是猪，厨子没对过身份。啊，我是啊，我要变黑猪了，这个猪圈圈啊，养猪。这把太医能怀疑你们双狼吗？这一手黑天没刀过，要不是第一把，绝对电视家了，我早就刀你了。我都。我的西瓜，哼，继续。我不继续，你现在不走，马上你就要嘎。我跟你说，同桌，你什么身份？你是不是跟我一个阵营的？我就问问你，是不是？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弹性还行。是的，他是爆开的。全票打飞孙悟空，急急光。全票打飞孙悟空，过。哈？怎么可能呢？打飞谁？猴哥刚不是尸体在哪儿也没说。是这样的，开局我跟猴哥在医疗室出生，然后出来之后呢，我们又跑到船员宿舍下面那条道，就中间那个三叉路口，然后他就追着我问我身份，我说我是好人，他追了一半，我说完我是好人，他就回头了。我不知道你拍的尸体位置在哪，我听猴哥发言吧，我过来。他尸体位置搁哪儿也得给他打飞呀！我人搁他电击室下边那条道呢，我连王大毛都没见过。我上来我问同珠，我同珠你什么身份？同珠说：“我好人，我好人，弹性还行啊，弹性还可以。”所以，我放他一马。王大毛点狼一枚，我都不听他发言，听啊过来还给我还骗我打飞吉吉国王是吧？过。我在娱乐室右边门口看见门外有一个腿爆开了，当时我边上应该有西恩珠公主，而且在过道上应该还过来了一个18Z 啊，那是爆开的一个腿。那这把王大谋这不说信息直接硬踩吉吉国王的话，铁狼坐实，我投的过。我在这个反应器这边附的话，刚往上走，然后在这边。对吧，这个大毛就搁这硬踩吉吉国王，全票打飞大毛，他铁狼过了。不发言，我觉得可以听一下西恩说，因为西恩说轰轰是个坏的，他注意力估计都在轰轰身上，他肯定看得很清楚。没问题的话可以出大毛过。那
K 发言这把跟十八 Z 一起复活，然后去对了身份，走到了武器库，然后刚往约死右边这个门这里走，然后就报警了。我能保的是十八 Z 没有饭堂，也没有开过刀。过。OK 哦，刚才一面走来确实是爆开了，好吧？我和那个我们是从我呆呆王子去报是拍就拍身份吧，就从武器房往下走，走到饭堂门口的。我们准备去拍身份，但是都看到人嘛，我们在躲着人去报身份的时候，然后就。王大谋他们走出来，脸上爆开就报警了，就这么简单。那王大谋，那也不知道是隐身还是王大谋到加拿大，我不清楚啊，就看后面发言吧。但是确实是爆开刀枪啊，过。西恩发言，首先，轰轰仔一定为加拿大，我跟步步复活去的饭堂，我往右下角一站，轰轰就死贴着我，你知道吧？我就害怕，你知道吗？我说轰轰可能要刀我了呀，什么的。然后呢，此时。我说了一句轰把坏，然后我就往右边走，猪猪还有猪大强，然后在右手边，我是视角是看不到的，但是立马拍了紧，那么轰轰一定为加拿大，王大谋就为坏，过。OK， 出王大谋没问题啊，但是在右边爆开的好像是醒醒，是一个黑不溜秋的鸡腿，醒醒是在右边突然爆开了，然后王大谋爆的是。轰轰的那个先出那个王大谋呗，过。我是警长啊，我刀对人了啊，待会谁跳警长打死他。那你刀对人，你打飞我干什么玩意儿？你刀对人，你乱砍人，干啥？你刀对我，你要打飞我？伤害、哎、你这刀对人说啥？你过分了，你都王大谋。十八 Z 凭什么敢捞王大毛？十八 Z 凭什么敢捞王大毛？带来王子，带来王子，走走走走走，带来王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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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怪？我说我长刀两个，我刀都出来了。啊，我为啥是一刀两个啊？怪我是忍者吗？不是，就没了我是忍者吗？呆呆王子是啥呀？呆呆王子啊，呆呆王子贴我了，出救啊，出救啊！不是我刀了一下，为什么你也爆开了？不到啊！啊，我刀的猴哥为什么突就爆开了？啥情况？不知道哎，好奇怪啊！十八 Z， 先准备，先准备。OK，OK，OK， 我 OK。猴哥，我提好，猴哥，我提好。错了，你这起步你就说你错了。你铁好就铁好吧。你是狼吗？啥呀？我好人。我提好。十八斤呢？喂。喂，怎么回事？哦，在吗？喂，喂，还不开麦吗？还不开麦吗？喂，别说话，别说话。喂，刚才麦克风没插。喂，能听见吗？哎，能啊，能啊，能，谢谢。好，等一下，轰轰发言。好，能听见是吗？好，等一下，给你们听个动静。坐。好听，可以再用力点吗？好喜欢。我的妈！刚在这电视柜这边玩的。哇，还有队友说是刚才有没有人没笑啊？谁呀、啊？谁没笑？十八岁没笑，十八岁没笑啊！十八岁笑不出口，醒醒也没笑，醒醒更没笑，
行行也没笑啊，我身份可验啊，死板怎么办？行行也没笑，猴哥猴哥，身份可验呀，干什么？王大毛，王大毛别追我啊，王大毛。不是，谁当你？谁当你？我帮你能扛一刀。我扛什么？你这个雇佣杀手。我说他是保镖。关灯了，然后一瞬间啊，只听到大强的那里然后他跑开了，我看到大强旁边有个紫色鸡腿，大强跑开了，为什么跑啊？因为是他刀的呀，出大强，出大强，过过出大强过，我在那个娱乐室，我本来那个就是跟那个呆呆王子是在娱乐室的，然后关灯之后，我的那个小光圈里就没有呆呆王子了，但是我耳边也传来了朱大强，呜呜呜呜，过。光的一批发言哈，我一直跟着大毛哥还有这个猴哥一直往前走的，当时不是关灯了吗？然后他们我听不见了，但是他们确实在我还声音还在我后面，哇，这个在我前面徘徊， 我就一直往前蹭一蹭的。但是拉紧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听不到声音了，他们稍微走远了一点哈，这波没得错啊，过了。往前蹭一蹭。OK， 我挂了朱大猴哥，你要认清，这是真正的好人，猴哥，过。先投大强，等一下出去灯都不用修，灯开着，他们开不了紧急，然后直接拍饭，好吧，这样可以吧？哦，过了。投谁？朱大强是吧？是朱大强对吧 ？OK。行，王大毛，我小心你走过。是不是不用我发言了？那我就闭麦了。我刚才呜呜，是因为我在小黑圈圈边上都是血花子，滋滋的。我当时是应接反应，我在那绕圈，我躲刀呢。你们现在直接投我了，行，我扛过。你扛。再来一次那个呜噜噜噜噜。我应接反应。呜噜噜噜噜。有三个气票，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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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溜。做任务的路上，怎么能有阻碍？星星旁边，在这里。醒醒，醒醒，我跟你说。一些国王，现在是这样，刚才呢是拉奇拍的这个景，投的大强，然后我大谋吉吉国王，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所以说这一刀你想想看，除了刚拉奇拍的，有多少人没了？就第一轮只嘎了西恩一个，然后轰轰被我们投的，对不？我们投了朱大强，嘎了四个人，太医没了，布布没了，老厨子没了，十八 Z 也没了，十八 Z 是第一轮跟我们在一块的，我认十八 Z 是好人走的，所以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就是中间的猪猪公主和醒醒慌的一批，我们投谁都可以。刚才猪猪公主她骑马来了饭堂，所以我们先把醒醒给投了。那不结束了？大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我觉得你是好人哈。哦，我过。那。那就投醒醒，其实可以，醒醒猪猪都行，看你吧，垃圾过。我有一点想出醒醒，因为我跑去修灯路上看到醒醒站在那个狼人中那里站着，也不去修灯。正常来说，你都走到那个位置了，应该是比如说去修灯，或者是跟猴哥说啊，我帮你看着。但不是，他站在狼人任务那边。就搁那杵着，然后猴哥修了灯，那我能信猴哥一手对吧？那出谁呢？出醒醒吧，过。那就出醒醒啊，过。哎呀，我都说了，第一轮的时候我跟大家都在一起，对不对？虽然说我在大毛哥后面我没有说话，但是我是听到大毛哥报身份的。那我现在直接报嘛，大毛哥你能不能信我一手？我是听到你身份的。如果说我成为一张狼，我这个时候不给我队友递身份。
不，你去了，是不是？你当时说，你说你要走到他们前面，你说你要帮他扛一刀，我是确实是听到的。然后第二轮，这一轮的时候，猴哥，那个拉奇过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修炼馆那里，我当时过去的时候，我往里面走了一步，我看到猴哥了，我就卡出来了，懂吧？我就走在这个边上了，我怕有人进来刀他。我想快点扛一刀，然后这个时候拉奇进来了，看到里面用鹅赢吧，才转的头。如果说还有快活的，我觉得这个拉奇可能，你看上一轮外之后有死那么多，如果说上一轮我能证明我不在案发现场，就是我能起身自己的嫌疑下，我是怀疑拉奇，我是怀疑拉奇的，可以投这个呆呆王子啊，我的票是挂在他身上的，反正如果扛出我的话，那也行吧，我是想投他的，过了。行，投。那你这不已经把我身份报了吗？哦，我是保镖，在旁边活着有本事救我呀，出星星。怎么还有两票在这掰着呢？一个拉奇，一个王大魔。谁换了我一票？不让，不让我。哦，不让我。王大魔替我挡刀，我操，还有一个蓝，我都没寻思还有一蓝，我以为没了呢。大谋来大谋大谋吗？大谋，我不是踢，我踢什么虎？来，我帮你挡。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要进去修，猴哥跟紧我，我和猴哥进，他俩进，我们去右边，我们去右边那个。叔叔要你刀了得了，我们去下边。走，他们仨在一块就行。不行，大谋回来，我们不能分开。我们不能分开啊！为啥不能分开？走了，为啥呀？我们必须得集合走。OK， 咱俩，他们仨，还剩一个，就赶紧刀了得了，不要再折磨了。结魔，不要再折磨了，不要再折磨了。结魔，猪，刀我，猪，刀我，刀我，走，有，那也没办法了。嗯，那就投猪猪。哦，哦，大魔是保镖，是保镖。那一轮他跟着我们，他上一轮，他第二轮的时候拍了那个景，就不可能再是狼了。第一轮的时候轰轰刀到加拿大鹅，大家王子四刀的情况，他拍景进来，他挺好，那就投猪猪啊，过了。投猪猪吧，那刑警是一雇佣杀手了，跟那个王大谋串了，一直在追我，他以为我不知道，还剩一个猪猪过。那就只能投居居啦，阿过上吧，醒醒啊！我不是刺客啊，你有身份信息，你上吧，泡了咱们不就赢了吗？我要哭啦，那就出我吧，过了过了。就在今天。什么？你们两个不会那个吧？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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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不是吧？ Yes! 好厉害你了！ Yes! 结婚事，我不同意！结婚事，我不同意！猴哥，我反抗！ Yes! 我反对！我反抗！别乱说，这是我大哥。我反对，我反对，我算错数了。我想着我们三个人，如果说我爆的话，我们还差一票。我在干什么？你在看什么？哦，我怎么七六啊？你怎么知道